他我不知道他是干嘛的，他说我叫马仙妹，我是马盖先的妹妹，我就是在这里走来走去看看有没有游客不小心会踩到绿蜥龟的蛋啊。我就觉得说非常非常感动，就是他放弃他在台中的那个企业啊，交给他女儿，然后一个欧巴桑在那个海边去走，然后去看看有没有游客不小心会踩到那个蛋，因为这个季节就是那个绿蜥龟出现的哈。那我回来就写了一首歌词，那正在打算谱曲哈。这边那画面上有过的，然后就念一下。其中有一些是唱的，现在我念的是应该是唱的，但其中有一些是 rap 念的哈。在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之前，在日本人和汉人都没有来到之前，在西班牙荷兰人还没有想到来找钱之前，在那在没有被人叫做生番或熟番之前，那条路，那条阿朗伊，那条男人走的路就已经在那里啊。在他们原文是阿朗伊就是男人走的路啊，就是有力量的人可以走的路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曲曲折折在那里，高高低低在那里，阴阴晴晴在那里，荣荣枯枯在那里。于是啊，风走过，雨走过，云走过，路走过，歌走过，小小的紫色的青色的黄色的蝴蝶走过，丑丑的癞蛤蟆走过，想来吃一口红枣的绿蜥龟走过啊。那个绿蜥龟去是因为那个地方长着一些红枣，对他们来说是美食啊。长长长长的岁月走过，据说胡适的爸爸胡铁爸也是走过这条路的，因为他做台东的知府啊，还有我们强壮的男人大步大步的走过。好，下面是打算要用那个软的方法啊。如果你家的儿子要娶我家女儿，我有一句话要问你：你家的儿子走过阿朗伊古道吗？啊，走过走过，他一共走过四次。第一次他才六岁，可是一进会帮我背3公斤的路上要吃的米。第二次他9岁了，拿了10公斤的盐和布。第三次他担了60公斤的杂货，那时候他15岁。最近的一次3个月前，他拿小米去换结婚要用的东西：美丽的琉璃珠和温暖的杯子、明亮的镜子，还有好看的碗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如果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走过阿朗伊古道的男人就是真男人了。我家的阿法斯可以嫁给你家的布拉鲁扬。我们来做小米酒吧，我们来倒小米糕吧，我们来准备一场快快乐乐的婚礼吧。在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之前，在日本人和汉人都没有来之前，在西班牙人和荷兰人都没有来找钱之前，在没有被人叫生番或熟番之前，那条路，那条阿朗伊就是男人走的那条路，已经在那里了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曲曲折折在那里，高高低低在那里，阴阴晴晴在那里，荣荣枯枯在那里。于是啊，风走过，雨走过，云走过，路走过，歌走过，小小的紫色的青色黄色的蝴蝶走过，丑丑的癞蛤蟆也走过，想来吃一口红枣的绿蜥龟走过，长长长长的岁月走过啊，还有我们强壮的男人大步大步的走过。这样的路要在中华民国100年的时候给他一个羞耻的结束吗？他不是应该继续活着的吗？他像人一样是可以永远活着的，他像所有的古道一样是应该可以保持的。台湾为什么要成为一个林子型呢？我说的林就是阿拉伯字的林，或者你们也可以说它是 O 字形，不过我就要说它是零字形。为什么要成为零呢？为什么要让一切归零呢？不必呀、我们可以成为 U 字形，我们可以成为 U 字形，但是不必成为零字形。让一切归零有什么好处呢？赶尽杀绝，我们已经在国际上被人家称为贪婪之岛，那最近呢也被人家称为好吃之岛啊。那我们吃掉一切，包括我们历史的资产，包括我们人文的背景，包括原住民那么好那么好的一条路，哇，
给男人走的路，多么好啊！现在女人也可以去走。谢谢。